影片的一个出色之处在于它真实描绘了战争的疯狂与力量，以及战争如何使人丧失理智。对于多数参加过越战的老兵来说，越南则是一个充满了惨痛回忆的杀戮之地，而越战给美国人心里留下了阴影，并且直到近年来才逐渐消散。野战排作为一部战争电影来说，涉及到的战争细节并不是每一位观众所能了解或者理解的。戴尔戴的评论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，让观众能更好地解读隐藏在影片之后的种种关于军事的话题，提供了一个解读影片本身和导演创作意图的全新视角。和导演斯通充满感性的评论相比，戴尔实在和理性的评论相得益彰，互为补充。野战排放弃表现美越之间的恐怖杀戮，而是浓墨重彩地刻画心理战争之中的冲突，反省意味极其深刻。影片出色在于它真实描绘Motherfuckers。战争如何使人丧失理智。If they had, they would have run. Barnes.